大家好，很荣幸又可以与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了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愉快的学习。什么是护法及护法的殊胜利益？护法一定要实实在在你在护它，就像那个鸟孵蛋似的，你一定要护住它。也就是说，你有这个心没那个事，就是只有那个心但没那个事，你就有那个事但你没那个心，还是有那个事没那个心。你要事与心吻合，那个叫什么？叫有始有终。有这个心就是始，那个事就是终，始终它是配套的，合一的。问题是你要没那个心，你去做那个事能不能产生那个利益？能。但是你不是能产生这种护法的这种利益。比如说这个护，你刚才说护三乘法、三乘人、三宝物，你有没有护？比如说护法寺的钱，你有没有护着它？丢一点会少一点，别人动别动，别人要动跟他拼，就算你把他杀了，你受不受杀的果报？受。但是你护这个三宝财物来讲，你护了，那将来你做帝王的时候，护你的人多了去了，也是什么因什么果。再一个，如果你要是只是为了护物，我没想杀人，但是我不小心把他打死了，那个还不算杀呀，不算杀生呢，因为没有起心动念，心为根本。而且护三宝物这块它形成了一种，比如说前面三乘法、三乘人你都没有，也没遇到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护三宝物，那你前面的利益就都有了。因为那是三宝的东西，你护任何一点一滴，即使你护一分钱，你那块也是生长的。因为这个跟那个是一连的，就是所有的同步会生长。你要是在那块，比如说三乘人，我们说声闻乘人，你就护得多好，你也顶多是护声闻乘法、声闻乘人，但物是通的。因为三宝物啊，它是整个三宝共同的，既然是共同的，就每一块它都挨上了，那个三乘人、三乘法就往往没办法共同。比如说菩萨，菩萨十地，你说哪一地呢？你说跟着一地。比如说八地菩萨，那九地菩萨的事你就别想占上多少，八地以下是没有问题的，那个每一点一滴都差不多。但是三宝物它就全都有了，因为是共的，是三宝物，是三宝的。法是无量无边的，东西不是无量无边的，任何一种就够了，一个就够了，它都能连上三宝物。三宝物通处最广，每一点都能通的。往往护持佛法是为了众生，让众生能看到法，能有学习的机会。实在不行，就比如说等到最后三宝形象都没有了，佛法也没有了，那甚至三宝文字都没有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这个大活人就要想办法变成一个法。再一个，我们现在没那个水平的时候，比如说任何一部经、网络上的经、书本的经，真的去护持，就算以前我让你去请经供养，多跑几回，它也属于护法，也算供养法，也算护持法，因为你在护守护。就像人守护他最喜欢的金银珠宝一样，就生怕没了少了，那叫守护。如果对佛法这样守护，你要是为了众生而守护，众生有需要就赶紧给，那就叫守护。你别来一个我守护，守护好好的，众生来一个我的，那你就不叫守护。这块要分清楚，
那个叫什么？叫毁灭佛法，为众生才叫守护佛法。如果是为了自己，那不叫守护，那叫烦恼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会哦。恩是教诲，慎莫自赞。这个多说了也没有用，因为说的再多，你也不去时时刻刻的谨慎控制自己，不去赞叹自己。别人在赞叹你的时候，时时要学会生忏悔心，要知道自己赞叹自己的时候，或者有意流露自己好的时候，都叫卖弄功德，也就是出卖功德。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，你这卖弄一下，就把你这功德自己给卖了，换来的别人一笑，换来的别人赞叹，因为你是想把它拿出来买别人赞叹，买别人尊重你。那大家说，那是不是别人一赞叹，就把我功德买跑了？不是的，是要你卖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别人不知道你有什么功德，那这个时候别人赞叹你，他会形成他的功德，与你毫不相干，他修他的因，你修你的因，但是你是想让别人知道你自己的功德，就等于你把你功德首先拿出来炫耀炫耀，那么炫耀来炫耀去，也就是说你这功德已经被你用了，就像你赚的钱一样被你用了，用了你就没存下，没存下你哪还有功德了呢？那别人在赞叹我们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生惭愧心呐，我们还有好多没做好呢。我们就要这样的千万千万谨慎，不要自己来个孤芳自赏，那是出卖功德，那个不好的，孤芳自赏都不行，何况自己赞叹自己呢？赞恩诗，作者法福。吾敬赞叹恩师，精准讲解佛经义理，坚定奉持，离经以字，即为魔说，一字解义，三世佛缘。吾敬赞叹恩师甚深妙观察智，洞达事理，万事万物都逃不出您的法眼。吾敬赞叹恩师通晓古今，涵摄中外，上道天文，下至地理，远论世界潮流，近谈生活琐事，乃至每个词汇都能剖析透彻。吾敬赞叹恩师说话精确无误，真字拙句，简约明了，通俗易懂，让人轻松把握扼要。吾敬赞叹恩师时刻行持实舍，好的于他人，展现无我利他的菩萨风范。吾敬赞叹恩师坚守自己分际，从不逾越，效忠本师，引领大众皈依三宝。吾敬赞叹恩师残齿具足，最为庄严，没有居功自傲，常念佛恩，惭愧自己还没做好。吾敬赞叹恩师循循引诱，在家没有比孝顺父母更重要的，不孝父母天地灾杀报。
无尽赞叹恩师最恰到好处的祝愿众生，填补众生的修行资本。无尽赞叹恩师善调易乐，善与圆场，化解尴尬，活跃氛围，一众欢喜。誓愿赞叹恩师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生于一夜，永越欢喜，无有疲厌。无名邪见愚痴是什么？汇报人释因凡。比如说我们吃的东西当下好吃，但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吃啊。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好，那叫名；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好，那叫无名。比如说橄榄，一吃是有酸有涩，过了一会儿，嘴里发起了回忆，是美味。我们明白为什么嘴里有这个美味出现吗？好的人说先苦后甜是吗？不知道就是无明。那个东西确实又酸又涩，但是它在嘴里与唾液融合以后产生化学反应，变成了另外一种物质，感受就是美味啊，就不涩了，也不酸了，还有点甜呢。明就是这样，无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吃到什么东西好吃，当下知道好，实际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啊。要知道为什么好，那就是明；不知道为什么好，那叫无明。无明就像黑暗一样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明就是光明的时候，什么都能看得清楚。什么是邪见？第一时间就是我们见到的当下是正见还是邪见。我们见到别人好或者不好都会产生邪见，见到别人好会产生贪爱，见到别人不好会起嗔恨，实际那个都是邪见。正见正解是什么？就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。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我们要是知见立慧呢？知见立智呢？阎若达多第一时间见他的时候懵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镜子里有头，人人都有头，镜子里有头，我就始终没有头，可怕吧？第一时间懵了，就是无明。邪见第一时间是什么状态呢？邪了，说这个好看，那个难看，都是邪了。这个人胖了，那个人瘦了，邪了。不应该有这些观点，头一下就邪了。第一没有明，第二邪了。愚通常来讲瞎搞，痴就是连瞎搞都搞不来了。他是在无明邪见基础上加上一个瞎搞，一定要搞。前面的无明是只是不明白，没有搞的意思，邪见只是邪了，也没有搞的意思。所以说通常来讲我们用愚痴，不用无明，我们瞎搞。所以说佛很少说众生无明，但是总是说众生愚痴，就总是瞎搞，身可意总在瞎搞。那我们一天瞎搞的有多少，搞不来的有多少，不是这个愚就是个痴，真是要命。为什么叫根本无明？因为无明是根本，都是从最初的一念无明升起的。因为无明才邪，因为邪你才愚痴。但是这里面极微细极微细，所以说把它拉横排放一起也好，实际我们竖起来分也可以。就是先无明，然后邪见，然后愚痴，愚痴就开始瞎搞了，就开始贪了，没贪到就嗔恨，嗔恨也是瞎搞的结果。我们就是这样瞎搞，搞出来一堆苦，然后在这些苦上继续瞎搞，有时候搞得痴痴呆呆，傻傻的，哭天抹泪的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，老天的事吧？不知道，老弟的事吧？不知道，那是一副痴相，吃完了就瞎搞，横搞，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呢。誓愿便一切时空处念之间具足圆和能力，
或身体不追随，并快速断除烦恼也习气，另辟烦恼于我不得自在。誓愿永恒的轻松精进觉悟，降伏烦恼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誓愿断恶修善，永离贪着，离贪欲计，永断诸恶，离恶边际，永断邪见根本无明，与一切人事物永恒的不迷不惑，遍解时空处深刻一再的流露与发挥。佛知佛见佛智慧，其心动念皆是如来之见，所作皆伴具足佛法，令师令佛令大众欢喜。作者释真悟。连载十八，我们拜访了师父一个星期多，跟师父在一起，我们都很开心，正在喜悦中。我们个个都得回学校，我们上路回去那一刻，师父把我们送到车上，一直等住车开，已经走了好远，看不到身影了，师父才转身走回去。我再一次通过师父对他们的招待，再次领略到了师父的高贵优雅又威严的仪态。所以当我回到学校时，我越来越下定决心学习佛经，开始纠正每一个姿势、动作、行为、语言、举止、动念，并改正自己对待别人不好习气。越学越不想再继续沉浸在吃喝玩乐中了，只想学经，沉浸在佛法智慧海当中。那时回去了以后，我一直留在宿舍里学习。有一天，突然以前一起读大学的朋友们聚会，一起去游玩中国各省，便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去。我发自内心真一点都不想去，但为了和他们建立因缘，为他们发愿种因与我们的师佛建立因缘，愿他们也欢喜具足善根因缘，追随师佛修行，得到师佛的教化，欢喜信受奉行佛教法，永不反弹。所以我便向师佛申请允许我跟他们出去一趟，因为跟住院师父学经经典一段时间，能亲眼见到、亲身体会到作为一个真实修行人的威仪、谦逊、高贵、优雅的姿态。此时我也开始修行，模仿师父改变自己。这个时候，我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，那就是我从师父身上以及经典中所学习到的知识开始对比起来。作为一个佛弟子，要如何体现出自己身份改具足的威仪、恭敬、高贵、优雅的标准姿态？行住坐卧点点滴滴都要适合自己身份形象，所以必须要改变自己，变得更加高贵优雅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放松。但
是当我学会如何纠正自己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用这种面镜去照看我周围的人，看到别人各个行住坐卧的姿态，照看他们的每一个举动，我都对比起来，一点也不优雅，一点也不高贵。所以在那次旅行之后，我意识到我以前的行住坐卧是跟他们没有两样。从神态、表情、言辞、动作、起心动念，一切都是散乱的，走路没有走路的姿态，站住没有站的姿态，坐住也没有坐的姿态。就连吃饭怎么样拿碗才先得优雅都不知道，筷子怎么摆都不知道。越学越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。这时候从内心里真的很惭愧，看到自己的丑恶的面具，就不得不下定决心要改正自己。我想我不是先要改正别人，指点别人，而是我得先要改正好自己。如果我做好了，才能感化周围的人，而不必急于需求别人要做好，他们那个样子也不足为奇，因为我自己每天都在学佛经，虚习善法，但我并没有完全做好，更何况他们那些人从未学习过佛陀正法，没有真实的接受过正确的威仪，如何能做好呢？所以自己先修改好自己才是我眼前最重要的。48特别决议。一，特别决议可在协会的任何全体成员大会上改变。二，秘书需在不少于21天的时间内，就你提出特别决议的会议向所有成员发出通知。三，通知必须包括将要提出的决议以及提议该决议作为特别决议的意向。